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嗯，它可以保持着现在，只是说用时间的推移、嗯、让你保持着现在，然后大陆超越你，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把它搞垮，然后大陆就超越了。那什么经济上面的东西，反正我也不偏向你那边的，没有什么那些。如果说倒过来说，台湾如果穷了，它自然就回归像、啊、大陆，是不是、啊？是啊。这个东西就这样子，你如果有钱了，它就跳起来。是啊。那别人有钱嘛，嗯，那我们不是别人有钱，老百姓过得生活好一点，我们不是应该祝福他们吗？为什么要让他穷呢？刚才讲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治上面的问题，嗯、他肯定会是这样考虑的。不，政治是为不是、嗯、他们天天不都吼吗？一切为人民、嗯、为人民服务，要、嗯、为人民留无福，只是为让人民过好日子。那我们应该学台湾，台湾好日子，是吧？台湾是不是比我们过得好？大家不在那个生活圈里面，看不到别人的东西，不能说谁的好谁的不好。但至少别人是不是富有一点？富有一点，那又倒过来说，哪里没有穷人？是不是啊？是不是哪里没有穷人？就算香港以前一样，是不是就没有穷人？一样有穷人的。全部人都富有了，没人干活了。有道理。那不信你想一下，为什么房价一直涨？就是让你不干活哈，就是让你们不停的干活。如果说我说简单点嘛、嗯，拿一个村子来说，如果说一个村子里面全部人都有钱的，你说谁都不鸟谁，谁都不干活了，嗯、哪来那么多人干活？是不是啊？那人为什么干活？有钱了，我人不就是要享受的吗？为什么去干活？有钱的现在只是说国家让你们达到小康水平，只是达到有了这个改善生活上面这种比原来好一点，但是你社会上99%的人还是没有钱的。是啊，有钱的人就那么一点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所以说他永远就是要这么玩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到哪个年代哪个朝代。 那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不是好不好，刚才讲的一样，如果说全部人都有钱的，就像香港以前的吧，你说去请菲佣吧，是不是？那你想一下，全部人都不干活了，什么都不用了，就是说反正就剩一点，比如说有房子就收点房租，全部人都这样搞，那不就什么人都干不了活了，只会变成这样子。那又倒过来说，你要是说国家需要的人才，不说什么，要点那些科研人员，家里条件这么好，还去搞这些干嘛？是不是啊？所以说，不管到什么时候，有钱的人就那么一点点，剩下都是没钱的人。所以说，你们现在就是说。普遍整体的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真的啊！所有东西它都可以免费的开放，但是像房子之类的这些，就是耗你们，让你们的不停的干活，不停的干活。不然的话，你想一下，那房子像以前一样搞个10万8万一套房子，谁都有了，那生活上已经没有动力了，你说现在还有什么？
涨了以后又贴在新能源车里面，不就是这么回事？对吧？那个油箱里面涨的那些油是所有的全，就是全中国老百姓买单了，是吧？就换个名堂好听点嘛。对啊，就是拿穷人补贴富人嘛，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这是是不是就买车的买得起车的，是不是应该相对富裕一点？是不是？然后你拿收的税去补贴，这些买车的买起来收税是对全民所有人收税，就是你、你抽根烟都要收费，是收税，对不对？对。它的油价上涨，因为你买的东西都要靠那个汽车运输的嘛，那也是被收走了。所以我们这些穷人的钱就被收走了，去补贴富人，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也不是说补贴富人，因为你这一句话来讲，因为你是拿的你的税收去补贴的那些什么新能源啊，你说的那些车嘛，对吧？是拿税收嘛，税收的钱是不是来自于穷人？刚才讲的税收也不是说穷人，刚才讲他全民都收税了，是全民收税，任何东西都有收税，是有一部分是不是穷人的钱？是是吧？就是拿穷人补贴的富人，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这样子讲、不是这样子，那怎么讲？只是说你说的收的税拿来补贴了这上面，而不能说收的穷人的钱拿来补贴富人的。收的穷人的税嘛。如果说你不补贴的话，那刚才讲的他也不只收的你穷人的税、我知道，是不是？但是有中国是你说的嘛，只有一小撮人是富人嘛，对吧？这个没错啊，是吧？那就是一小撮人相当于我们中国有一大部分人，一人一毛钱，就是一人多收一块钱，就是14亿，对不对？那14亿。你不可能一个人交税只交1块钱吧一年，对吧？那这14亿的14亿中间有一半是穷人，对不对？那就是7个亿，那一年至少是70个亿的穷人的钱补贴到了那个买得起车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是不是穷人的钱？那你这样理解可以是这样认为？是不是这样认为？是不是这样的？那如果说他不补贴那个汽车，把这个穷人补贴汽车里，比如说70个亿，补贴个老百姓去医疗啊、保险啊，你看现在医疗保险，什么养老保险都亏空，对不对？他把这个钱补贴这里面，是不是穷人就谋福利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他刚才讲的那个补贴新能源汽车，他不是说为了补贴这个，只是为了现在那个掌握现在那个叫什么？能源上面的一个不被人家抓住的那种，是啊，那就是、就是牺牲老百姓的养老医疗的钱，相当于我不说了，刚才那个钱补贴的钱，就应该如果正常的说是应该补贴到这里面，让老百姓要过得轻松一点嘛。他拿到去补贴什么你说的战略上的东西啊，卡就是抢占那个新能源的市场，是吧？就是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收了大部分的是穷人的钱，那买得起车的人相对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一半的穷人的钱被补贴到那个买得起车的人身上去了，是不是？这个这样讲大家就没法讲，不是？我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反正你刚才讲的，你要是说这么认为，收的都是穷人的钱，补贴富人的话，这个东西。没法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是不是这个逻辑？那刚才讲的我说的是不是收的也不是说只有穷人的税？是啊，我说一半嘛，我说一半嘛，一半嘛。中国有，比如说一半，你说的只有一小撮富人嘛，他能交多少税嘛？是吧？他交的税可能一小撮嘛，一个人交一年交1000万也只有一小撮，但是我剩下的10个亿，我一年交一天交1块钱就是10亿了。是大部分人来自于穷人的钱嘛，对吧？可以这么说吧，或者一半吧，是吧？他因为他的那个交的税少，但是他比重大嘛，对吧？就是他那个人数多嘛，基数大嘛，一人交1块钱，你不可能一个富人一年交14亿吧？他们不是说一个富人交多少，而是。如果说他们的产业上面、公司上面是有交税的，是啊，公司交的税的税，那个钱是转嫁给所有的消费者嘛，不是公司交的嘛，是啊，那也是消费者交的嘛，不是他交的。如果说他提到他自己账户上的钱，那个才是他交的，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对，因为你公司的钱就是你的交的所有的税都是转交到你的单价上面的嘛，那单价是不是所有每个个体去买单的嘛，对吧？相当于是个体，只是公司帮你代缴了，帮你个体个人代缴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是不是？只有他拿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的钱，那才是他缴的税嘛，对不对？
那是他要缴的税或者他缴的税，其他公司所有的缴的税都是每个个体缴的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的刚才说的那个是没有多大毛病吧。所以说从你上面这样理解是没有错。是啊。但刚才说的，然后买得起车的人肯定穷人买不起车嘛，这是事实吧。那就是穷人交的税补贴了富人，那穷人一毛钱都没享受到，是不是？因为你只有富人才能买得起车嘛，公司交的税那个都是穷人买单嘛，分摊到各个商品每一个个体身上去了，只有公司老板从公司的账户上把钱拿到他自己的账户上，那才是他交的税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比如说他销售1亿交了5000万税，这些税5000万的税是各个穷人交的，剩下的他5000万的利润他一分红，是吧？一分红的话，各个股东是不是要拿着自己的个人账户上去，包括他自己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他要缴税？那才是他缴的税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才他缴的税，那才缴多少税嘛。而且你看现在那个什么刘江东啊马云啊，一年就拿1块钱的薪资，你看缴不缴税？是不是你也看到新闻，一年就拿1块钱的工资？其他的全部的公司所以你说是富人缴不缴税？穷人贴富人嘛，买得起车的人都是富人了，相对富裕一点，我们说他富人相对富裕一点，那这种我们买不起的车的人就把钱给他了，贴了。这个周一是在是不是这个逻辑？这不管什么逻辑，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他是不是这样的嘛？是吧？没毛病吧？如果说刚才讲的，从资源上、从理解上面，就是说，可以说是这么认为。对呀、啊。但是从国家上面来说，这个东西，像你说的，这个战略上面的东西，没办法的事情。对呀、啊。那就是，苦一苦孩子，勒一下裤腰带，然后去把富人，把富更富裕起来。国家，你看，国家战略不是这样写的。你看他天天写的，一切为人民服务，然后，为人民谋福利。那个叫宗旨，宗旨嘛，就是你的所有的政策是跟着宗旨走嘛，对吧？你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嘛。你刚才说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人民谋福利，人民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那你的国家战略上的东西应该那个叫打着的口号，像你说的一样，像那些贪污的一样。那你像他们在党的面前，他们不宣誓说不能贪污怎样那些，打着的口号而已嘛。所以他们很坏嘛，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坏？这个叫人性吧，只能这么说。也不是说谁怎样怎样，这个东西没到那个人家那个位置上，不知道到人家那个位置上。说白一点，你看电视那样，有的时候钱不是说你要，都不知道怎么的钱就到你手里来了。很好玩的哈，很好玩的讨论。周末
末回家了，周一可能大家都统一上班，其实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有的已经出差了，大部分人是吧，或者有的人已经在什么其他项目上，也不一定会回去，有的也可能在旁边租了房子，懒得天天跑了，还是车辆太多了，对啊，但是周一是最多的。车都是钱啊，你高速公路就车越多它越挣钱，对，是不是，那所以广州省的高速公路是那是印钞机，那不是高速公路，其他的高速公路可能不行，可能要多一些年份回收成本，在广东不是印钞机，就是
年过多一两年，走哪都不哪都去不了。嗯，下一步就不是在修机场第二高速。没有其他路，就这条路。你读也好，不读也好，都只能这么趴着。这个早上还好，要下午5点钟以后，这条高速堵得动都动不了。就进城的方向。下午进城的方向。对，到那个时候就好多那个。大货车对，他要进城，他好像是7点钟以后还是多少点以后可以进城。他们有时候就会开上来，然后在那个出口那里停一下，等一等，等等时间，所以整个路就堵上了。
啊，以前也是很堵的啊，去过一次，就是那种想法就是适合几年，这流量增加的太快了。它还是就一条路，多修几条路感觉好好的很多，真的确实。刚才讲的多修几条路要预拆迁的问题啊。价格差不多了，就贵一点。
排毒的样子，等下好像泰国还有关几块钱嘛。排毒跟防冒的，其实要讲了。